过来看看，来看看电视可以。冷面盘，大脸盘。别哈别进门落去落去落去好啦，咁多位，咁咧又系 PSHK 嘅义务摄记啊吓，咁咧就系嚟到呢一个嘅尖东嘅现场，嚟到为大家直播啊！咁啊，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都系义务工作，所以咧就晏咗嚟，因为咧今日较早前嘅时间咧。都已經係咧係四點鐘到咧，就已經係發起咗一個嘅嚟呢度嘅一個借票嘅一個聚會啊！啲議員特別當選嘅議員，好啦，咁啊現場咧就見到咧喺橋上面咧就有啲防暴喺處，咁所以咧現場嘅市民咧。呢一路咧喺度咧系嗌口号咧，系喺度咧，谩骂呢一个嘅防暴警察嘅。咁啊，其实头先行过嚟嘅时候咧，都见到一啲咧系当选咗嘅候选议员咧，咁都离开咗噶啦，因为以我所知咧，佢哋咧系。中咧就嚟到呢一度咧，嚟到去呢一个嘅集会嘅。人哋清算啦，我就唔走。多谢晒啊，多谢晒啊，都真系一定要收工先嚟得啊吓。咁啊，上面其实睇唔清楚究竟有几多个防暴嘅，咁啊，因为其实有个深度啦，我哋只不过喺一边嘅啫。咁啊，就咁而家望到应该系有六个喺树啦。咁其实现场咧都有好多嘅媒体喺树噶啦。今日咧，我自己开工嘅时间咧都有睇到直播嘅。OK。咁啊，头先传嚟一阵掌声，唔知呢位市民咧喺度讲咗啲乜嘢？多谢啊，多谢啊，会加油噶啦！喂，点啊？我喺橋底，我喺橋底，元氣嗰個橋嘅橋底，係啊。你叫佢你你翻到唔係人嚟㗎啦，狗嚟㗎嘛，狗狗。有喂，翻大陸食海底撈啦，頂心牛啦。咁啊，現場嘅市民啊，轉述翻現場嘅市民嘅講話，都叫佢哋上翻去啊，翻深圳食食呢一個嘅嚇。地底路啊！好啦，咁其實咧，因為呢一個嘅區議會選舉咧，都寧靜咗有好幾日嘅，咁咧就。選舉完咗之後啦，咁啊，大家出嚟慶功之餘咧 ，OK， 嚟借票嘅時間咧，都聚集咗咧好多市民出嚟咧，嚟到去聲援呢一個嘅，仲留守喺呢一個嘅理大嘅學生嘅。
謝曬，多謝曬 Coco 啦，多謝曬啊！嚇？佢執正。我連口罩都冇戴啊！唔使住，我因為我依家食飯，我俾你先。啊 ，OK， 唔係，我希望今日冇嘢嘅 ，OK， 大家都係咁，唔係豬仔。因為出嚟嘅時候有啲匆忙啊，所以咧口罩都冇戴啊。希望今日唔好有啲乜嘢嚇激動嘅事情發生就好啦。唉，邊個做差人？邊日又俾人鬧老母㗎？死全家！呢位市民相當激動啊！另外一個角度咧，去拍攝一下先啊，做一下直播先。其實啊，現場咧嘅人數咧都唔係好多嘅啫嚇，咁但我絕對相信咧，都應該會有加加埋埋都有幾百個。咁啊，帶大家行一轉咁啦。咁啊，現場個環境都應該係幾和平下嘅。咁呢邊咧就好似咧有另外一個戰線咁樣嘅，咁又有啲防暴就喺呢一個嘅橋頂上面啦。咁而呢邊咧就係、是、另外一邊啦。咁啊應該都對視咗好耐噶啦，呢啲 sorry 啊，唔好意思。咁啊，因為呢度咧就係、是、可以通往向呢一個嘅理工嘅科學館徑啊。對視的狀態呢，我想都已經 keep 住了坐底有兩個鐘頭了，估計都應該有。
場有救護車咧嚟到啊，咁啊有少一個小紅海咁樣啊 ，OK。咁啊，唔使我多解釋啦嚇，好有愛嘅救護啊！柯議員你好啊，咁啊，身邊咧就係柯議員啊。咁啊，頭先嘅救護咧，一個叫大家加油咧，係引嚟咧係現場全部嘅市民嘅歡呼聲同埋掌聲啊！康議員，你喺呢度咧已經留守咗幾個鐘頭㗎啦，有冇啲咩想同大家講啊？啊，咁啊係啊，因為尋日我見到你當選嘅時候講嘅你嘅直播咧，都已經係把聲已經刪咗嘅。好啊，唔緊要 ，OK 啊，辛苦曬，辛苦曬，知道你好努力啊，加油，加油。因為咧，阿議員佢咧就尋日如果大家有睇佢當選嘅時候出嚟講嘅直播咧，其實佢把聲咧都已經係刪曬。咁但係喺呢幾個月入面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咧，鄺議員其實咧係一路都係行得好前，係好幫助呢一個嘅抗爭者啊，同埋咧係兩間大學嘅一啲嘅學生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佢把聲冇曬咧，我相信咧係一個好係一個正常噶。咁啊，希望佢早日康復，快脆啲好翻。可以咧，盡量嚇攝翻前少少俾大家咧睇下防暴嘅情況啊！因為其實前排咧都有好多嘅行家啊、媒體記者喺處啊。舉起了塊牌的有句口號叫 Back off Let the student go 叫他們是放那些學生放那些學生走
許智峯議員。現場這位女市民啦嚇，一路咧係好堅定咁樣咧，係舉住呢一個舉住呢塊牌嘅 ，Back off let the student go 呢塊牌。現場咧大概咧係有呢一個嘅咁30個嘅防暴咁樣啦。
边嘢？現場有啲嘅市民咧言語之間都比較挑人嘅，不過我相信防暴都應該聽到慣曬，冇乜感覺已經。都冇乜變化嘅時候咧，不如我騰翻去後邊咧影下其他嘢啦。又已經走到去最前排嘅啦，其實。開人喎！我當時最新嘅打電話，兩名波。好，行翻去後排呢一邊咁啊，睇下現場。哦，原來已經有人舉咗旗。好忙啊，又想影相，又要做直播，
低炒的角度會不會靚啲咧？咁樣會唔會有氣勢啲啊？咁樣好似有氣勢啲喎，係咪啊？呢個 angle 嘅好多。好啦，嚇 party 好攰噶，聽到話候任議員。現任俾過嚟，當選嘅現任俾過嚟。誒，唔好意思啊。請議員過嚟。現場咧就嗌緊議員過嚟。唔係當選議員，行開先。唔係嘅就唔好意思啊。候任區議員，唔該麻煩過嚟。議員過嚟。候任區議員。
太近啦！大家喺度都等咗好耐啦，咁點解我特登嗌過嚟咧？首先，我係天水圍天文黃振宇。咁咧，我要問先第一樣想講嘅咧，就係大家加多市民喺度，唔好撚狗住啦，係啦，撚狗係冇用嘅，我哋依家要做嘅係諗辦法點樣幫手先。我就想走啦！我哋一表走係冇用嘅，希望大家以後都可以幫手睇住啲市民，叫大家冷靜啲。第二，特別咧有朋友同我講，希望大家喺出面外圍咧就唔好呼喊警察，唔好諗住去衝擊警察嘅防線。點解今日我會咁樣講？就是希望大家知道，如果呢度有武力嘅聲音，有催淚彈，警察係可以再一次揾到藉口衝入去破你。如果破你入面剩翻嘅手足係咁少人嘅，警察再衝入去，咁我哋就大禍噶啦，知唔知？好啦，我知道好多市民而家都坐底噶啦。做緊點解得唔到入咗去？做緊點解出面呢班啱啱選咗嘅區議員依家企咗喺度？咁但係而家情況就係咁樣，希望大家見到側邊有市民有朋友唔係好冷靜嘅話，冷靜少少。如果表咗係冇用嘅，後面嗰啲啊，後面嗰啲啊，啲後面啲人唔好。頭先咧係現場咧就係召集咗一班準議員啦嚇，咁就係咧叫佢哋咧就呼籲咧就唔好衝擊呢個嘅警察防線，因為咁樣咧係完全幫唔到理大入邊嘅學生嘅。
咁啊，因為其實現場都好大下啦，咁佢哋得一個嘅大聲功啦。咁其實頭先咧後排嘅市民咧都唔係聽得咁清楚嘅。咁我相信咧頭先呼籲嘅嗰位嘅候任議員咧，咁就係都咁今日都嗌咗好耐，所以都感覺到佢咧把聲係有啲沙嘅。咁我而家咧就見到嘅咧就應該係荃灣區嘅當選嘅議員嚟嘅候任議員啦嚇。罵這個的現場的市民的是這人的，他就說在後托出去救人，類似我不知道是的，不是現場的市民都很冷靜，都沒有對這位老人家呢做出什麼的多餘的行為的，由他發泄完說一下粗口就散開了。好啦，繼續這個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繼續在現場飄揚緊的。所以咧，佢哋都需要咧去嗰啲地方咧，去了解一下大家咧究竟咧係有啲咩行動上，又或者係點樣去做事，等等唔同嘅方向上咧係可以做到。咁所以佢哋就開咗兩邊。咁你哋嘅討論裏邊有冇討論到後續嘅行動會係點樣樣？暫時未有嘅，但係因為我哋所知道嘅就係咧，裏邊嘅五個議員咧，咁其實係有接觸到部分嘅示威者喺裏邊。咁亦都咧係鄺俊宇嘅 Facebook 啦，咁亦都係有一段時間係有做到 Facebook Live， 咁樣係直播裏面嘅情況。咁而我哋都有收到消息咧，咁其實裏面有手足咧係有機會想見記者嘅。咁當然咧，我哋未知道個事情個真係，咁但係咧亦都係希望咧喺現場嘅市民們能夠留意住個情況，咁啊盡量咧係保留住嗰個實力。保留住實力先，因為咧而家天氣都凍，咁樣咧咁就睇下咧有啲咩狀況。最緊要咧就係自己人身安全為先。咁當然啦，咁我哋今日嘅呢個行動咧，今日我哋呢一個嘅行動咧其實咧亦都係希望咧能夠進入到去呢一個嘅理大裏面，係去探望翻或者係了解翻裡面嘅學生同埋示威者嘅狀況，亦都係希望幫助佢哋嘅。咁當然我哋能夠做到嘅，我哋一定會做。咁你有冇同警方嗰邊聯絡過，或者點樣可以令到你哋一啲後任嘅區議員入到去裏面去探望，或者甚至乎係帶嗰班被困嘅人士出嚟？嗱，冇一個嘅區議員能夠代表曬其他嘅區議員，亦都冇一個立法會議員能夠代表曬其他嘅區議員嘅。我以我嘅理解咧，就係阿范國威佢哋咧係有同警方的指揮官去做溝通，但是呢我的理解就是部分的區議員呢其實並不是很認同有些路線上的分別，即例如要跟林鄭月娥去
傾談呢一樣嘢咧，有部分嘅區議員其實唔係好認同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咧，大家仍然係會秉持住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嘅精神咧，去盡力做好我哋可以做嘅事嘅。呢一樣嘢咧，我哋可以見得到咧，最近嘅日子，我哋見得到咧，就算喺呢一個嘅警方高層、政府高層講咗啲乜嘢都好咧，前線嘅警方唔遵守嘅程度係非常之高。而我哋咧，作為區議員或者候任區議員咧，我哋可以做到嘅職責咧，我哋係要去監察佢哋，甚至咧係要要求佢哋執行翻佢哋嘅警例，甚至係佢哋高層所要求佢哋嘅工作。呢一樣嘢，我哋作為大家係好辛苦咁樣去選出嚟嘅，我哋一定會做，亦都會盡力去做，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同埋支持我哋嘅工作，並且係保存我哋嘅實力。有需要嘅時候，我哋一齊出嚟反抗。多謝好，好大家自己小心。天氣凍，最好件衫。多謝。咁啊，即係剛剛咧，我哋就問咗呢一個中西區區議會石塘咀嘅石塘咀選區嘅勝選嘅嗰位勝選嘅。嘅候任議員啦，葉錦龍啦，咁啊，係啦，咁啊，頭先咧就訪問咗一位嘅候任議員啦，咁佢咧都有講述翻而家今日營救呢一個嘅或者星門理大嘅學生嘅情況嘅，咁佢都係有幾位嘅議員都已經入咗去嘅，咁我相信佢個重點咧都係講咧就係大家最緊要係一個保存實力啦 ，OK。咁就希望咧，可以咧，係營救到呢一個嘅理大，仲留守喺理大入邊嘅抗爭者。曬全世界嘅目光啊！繼續係啲市民咧，都係望住天橋上面咧，係繼續叫罵嘅，發表佢哋嘅心聲，攞嚟宣泄翻自己咧一啲嘅抑壓喺自己心入邊嘅怒火嘅。咁啊，其實現場大部分嘅氣氛咧，都係比較咧係平靜嘅嚇。咁咧，而我見咧嗰邊咧都打曬燈。OK， 咁啊，去翻嗰個嘅科學館徑嘅房先，咁啊，可能呢一個位置咧都已經咧喺度對視咗成三個鐘頭咁滯啦，咁所以咧變咗咧聚集喺度嘅傳媒啊，或者係市民咧，都已經係少咗好多噶啦。咁啊，同頭先比較咧，而家好輕易咧就可以咧行到埋嚟咧最前線。咁啊，轉述翻頭先有位市民講啊，就話咧，啲防暴話咧，就算係特首嚟到都唔會讓路啊，唔俾人過啊咁樣。就喺公園隔離嘅呢邊咧，都有幾位嘅
樣嘅訪問佢哋對今次香港社運嘅呢一個嘅感覺嘅。所以咧係都有好多人係應該睇過佢個 channel 嘅。唔知有冇認錯人啦、希望我冇認錯人啦。因為正如就好似外國人認香港人咁樣，或者中國人咁樣，個個樣都一模一樣。而我哋認外國人咧，又好似個個樣都一模一樣咁啊！市民咧喺度叫緊嘅口號咧，叫咩啊？外勞收隊啊嚇，外勞收隊。咁啊，即係意味著咧，就話佢哋咧，其實咧就係唔係香港警察啊，係外勞啊。咁至於係嚟自邊度個外勞咧，咁啊，大家心中有數啦。啲銀髮族咧喺度咧係星媒學生啊咁樣嘅，咁啊其中一位咧都我喺電視節目、港台節目度咧有訪問過佢啊，仲有一次係一百部啊訪問過佢。光人，呢度三兩千，光人，光人，光人，你就要啊，跟住再嚟，光人。運到佢哋變自受嘅先，佢唔會去工人。
場係咪應該有市民要嚇、啊、出嚟，咁所以咧都俾佢放係。雖然係有啲大風啊，咁但係現場嘅銀髮族啊，咁咧都係完全覺得係冇問題嘅。咁大家都喺度談論緊咧呢一個嘅中國政府啊 ，OK， 究竟點解要咁樣對香港啊諸如此類嘅言論討論緊。大家互相咧即係心在分配啊。最後啲攰啊，放翻落嚟，我哋轉下另外一個環境先。好，我哋又將個畫面咧轉向另外一邊喺後房嘅嚇嘅情況，睇下究竟係點樣咁啊！亦都係咧，市民都係喺樹聚集啦，咁啊傾下偈啦，咁有啲又喺度嗌下口號啦。叫做大家放咗工 ，OK， 都嚟到呢一處咧，嚟到去叫做聲援一下咧，係去營救理大嘅學生啦。咁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同一種心態啦，就是、希望做到幾多就得幾多啦咁樣嘅。咁啊，橋底呢邊嘅市民咧，咁啊都係一直佢哋嗰個嘅目標咧，咁都係橋頂上邊嘅防暴嘅，咁啊一路喺度係去鬧佢哋啦咁樣嘅。係啊，咁啊近期我相信最多人同警察講嘅就係、是、啊，係時候翻深圳食海底撈啊咁樣啦嚇。咁啊現場都有見到啲醫護喺處啦，咁啊。睇翻一啲遠啲嘅角度 ，OK， 咁啊望翻橋頂上面。咁其實行遠少少嘅時間咧，望翻橋頂咧，咁都係嗰六七個防暴喺處啦。咁啊，呢邊就唔係科學館徑嗰邊嘅風口位啊，咁所以咧就風就細啲，好少少啦。啊，咁就現場就係 SBS 嘅喺度做緊現場嘅報導啦。咁啊，喺呢幾個月嘅香港嘅抗爭社運入面嚟講咧，咁啊，韓國電視台咧都係相當關心我哋今次嘅香港呢一個反送中嘅運動。
誒，左邊有啲掌聲喎，唔知佢哋鬧警察咩咧？剛才有些候任議員呢是呼籲過呢現場的市民呢就不要對防暴呢是作出挑釁的，但是當然啦，現場的市民都忍不住的，見到他們就繼續在這裡挑釁橋上面的防暴警察。相信這個呢只是一個日本的電視台呢都來到去做這個訪問的，就是JTBC News。 好啦，那橋上面的防暴呢現在看回呢就應該2、4、6、8、10、12有一打的，剛剛我如果沒有數錯的話就應該是有一打防暴在這裡的。來啊，黃燈高氣堂，黃燈高氣堂。轉述現場的市民，叫他叫橋上面的防暴放低武器投降，好搞笑。Yeah!
見到現場咧，都有市民咧喺度舉起咗一啲嘅標語。是寫住放人的，打死人，殺人，見人，殺人，見人，殺人，殺人，殺人，近期最熱的歌曲啊，幾位嘅市民咧，就叫佢哋咧，就唔好再殘害生命啊！叫警察放人。咁我哋咧又嘗試下又翻翻嚟呢一邊先，咁睇下咧有冇一啲唔同嘅畫面啊！我見到有些行家都應該在這幾個小時，很累，都開始坐下休息一下樣。
九號嘅嗰位咧，伸住隻手伸咗五大手球啦，伸咗隻手出嚟嗰位咧，就應該係我估計咧，就應該係土生土長嘅少數族裔嘅香港人嚟嘅。咁因為咧睇隻手就知噶啦，因為如果係兩位嘅話咧，係應該冇咁多手部嘅。咁我相信佢咧就係呢一個嘅香港嘅少數族裔嘅香港人。咁啊，其實我哋真係好多謝佢哋嘅，咁樣因為無論不同種族 ，OK， 只要係覺得理念係正確嘅話咧，大家都係會支持年輕人對呢一個嘅暴政啊 ，OK， 同埋呢一個嘅政府咧嚟到去咧係説出説不啦嚇。我都曬結廢派啦，輸曬啦，你哋翻返大灣區啦，你哋。Get up!
先。我後面的那位市民很搞笑啊，說呢前面的警察呢是很辛苦啊，很慘啊，他又可以去吃飯啊。突然間起哄，我們現在埋去看看什麼事先啊。小巴冷啲啊，所有注意力呢都來了這邊啊。三位市民呢每一次舉牌的時間呢都吸引了很多不同的傳媒呢來到去影他們的，我相信呢在場呢都真的很多不同國家不同地方的媒體呢都來到去採訪。喂，你喺边个位啊？好啦，咁啊，我哋又翻过嚟呢边，
市民咧都真係嗌到聲都沙埋㗎啦，已經。我想而知咧，佢哋對警察嘅呢幾個月以嚟嘅暴恨啊，對市民嘅暴恨，對學生嘅暴恨啊，使用嘅暴力，令到咧好多市民都相當不滿。我相信咧，佢喺度咧係等緊現場嘅市民咧，稍為靜一靜嘅時間，唔嗌口號嘅時候咧，我諗佢咧就會開麥報道，因為我見到佢幾次個樣咧，都好似有啲無奈，佢想講嘢嘅時間咧，咁都市民咧喺度嗌口號。咁行下行下咧，又行翻嚟最前面啦。覺得我哋嘅報道係好嘅話咧，咁啊可以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或者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出去嘅。好似可觀性好啲，好過影住啲防暴，影住佢係比較賞心悦目。
警察做到你哋咁死啦，仆街！你老母快心窒啦！快食咖喱海底捞啊！屌你，有块嘢啊！咁啊！現場啊，忽然間咧好大風啊，好大風啊，所以誒部機都吹到喐曬。咁啊，係嘅，頭先咧亦都有候選嘅議員咧係誒話咧係候任議員咧，應該話候任議員咧係叫啲市民咧就唔好挑釁誒警察嘅。咁但係都已經隔咗好耐啦，咁我相信咧，而家喺我身後邊嘅市民咧，就唔係頭先嗰啲嚟嘅，所以咧係完全係唔會知道發生有呢個咁樣嘅勸喻啊，所以佢哋一路咧喺度宣泄緊自己嘅情緒，一路係咁叫咧呢個警察放人啊咁樣。我身後面咧有位小妹妹啊，咁啊應該係同埋佢爹哋嚟。咁啊小妹妹咧就好想留喺樹咧係聲援啦，作為一啲嘅支持啊。咁但係爹哋咧就好擔心咧，就好想掹佢走啊。咁啊呢位小妹妹咧睇落去應該得十幾歲嘅啫。咁啊見到佢好想留喺度嘅時候，眼睛都紅曬，好想流眼淚咁樣。但係佢爹哋咧就擔心佢嘅安全，好想掹佢走。咁但系妹妹好堅持，佢一定要企喺度。Ah!
所以小妹妹咧，終於佢想越行越前啦，就想咧行到最前面去同啲防暴警察對視咁滯咁啊！佢爸爸終於忍唔住咧，就好大力咁掹咗佢走。到呢度咧就好似定格咁样啊，咁我转下第二个环境啦。OK， 转下第二个角度。好啦，咁啊嚟到呢个科学馆径嘅，而家背住科学馆径嘅右手边。咁啊，呢度都應該封曬路嘅，咦？呢邊未行過嚟喎，原來呢邊都封咗路嘅。咁咧，警察亦都拉咗防線啦，咁有三架警車喺處。咁啊，大概都有十幾名嘅，二、四、六、八、十，啊，又係十二個，如果冇數錯嘅話。又是一打的防暴警察在樹那就戒備緊的，不過這邊呢就完全沒有市民呢過來這邊叫囂的， OK， 喊口號都沒有，鬧人都沒有， OK， 那就全部呢都集中了在這個的科學館徑這一處。
位置咧，企喺後邊咁樣去睇嘅時間咧，都發覺咧係都好多市民喺度嘅。忽然間咧，現場嘅市民咧都聚集咧喺翻呢一個嘅科學館徑呢一個位置嘅，咁啊，可能出嚟支持嘅市民亦都越嚟越多。聚集在这个科学径出面的这个路口这里的市民呢也都是越来越多的。是一路都冇走开过嘅，真係好感动嘅。五大诉求
咁大家睇緊嘅咧就係網台 PSHK 嘅直播嚟嘅。現場真的很大風啊！想做個360俾大家睇咧，啲風咧都令到部機咧完全咧係停咗喺度震震曬。先大風到咧，吹到成部機咧都反轉咗。好啦，回復翻正常啊！我係想俾大家睇下咧，係好大風啊！市民咧係一路都嗌住咧，就係開路開路咁樣，希望咧防暴係可以開路啊，俾你咧係營救呢個理大嘅學生啊。咁但係當然啊，警察係唔會採佢哋嘅，因為佢哋我唔知點講啊，唔想點形容佢哋。OK， 大家自己比較評價佢哋啦嚇。
上嚟最前面啦。大風啦，又吹冧咗部機啦。而家係 handheld 嚟噶，用隻手揸住嘅啫。實在太大風啦，太大風。後面咧又應該係另外一間韓國嘅電台喺度報導緊現場嘅環境。咁啊，後面係邊間韓國電視台呢我就唔知啦。但我知道我哋咧就係 PSHK 啊。見到咧，防暴咧都原來有兩排嘅防線嘅。咁啊，第一排嘅防線就係喺我前面嘅呢度啦。咁大概咧係有20个，咁就喺路中心呢啲樹嚟做戒備嘅。咁而喺佢哋嘅後排嗰樹咧，有另外一排嘅。咁啊，遠處嗰邊我望唔到啦嚇。咁可能喺個畫面度，大家會覺得好細啊，見唔到。咁而另外咧，就喺草叢嘅另一邊咧。都會有個係見到咧，係6个喺前面，而有2个喺後面嘅。handheld 住嘅，咁咧我要退翻后啲，唔好喺咁大幅嘅地方，如果唔系整唔翻部机，咁啊我要退翻后少少先。整一整翻，整翻部機先，個畫面咧又可能會亂咁飛一陣啊！唔好意思啊，大家嚇。冇辦法啦，咁啊，整唔翻咁啊，容許我停一停先。OK， 停一停個直播，我整翻好部機先。